美国财经新闻网站 Business Insider 近日公布2019年全美最无理城市 Fairest City in America 排行榜，波士顿排名第五。美国民众心目和印象中比波士顿更无理的城市还有纽约的、洛杉矶、华佛、芝加哥。无理城市排名系根据今年10月和11月间 Business Insider 对2000多名美国成年人的网上抽样调查的结果，调查中要求受访者在50个美国大城市中选出5个最无理城市，再根据被选中城市的百分比做排名。有 34.3% 受访者认为纽约是为5个无理城市之一，在各大城市中比率最高，被认定为全美最无理的城市，恶名远超过排名第二比率 19.7% 的洛杉矶。在2000多名受访者中，有 14.9% 认为波士顿居民最无理，排名第五。其他上榜的新英格兰城市还有无理排名第26的康州、哈佛特市 Hartford 和排名48的罗德岛州普维堆斯市 Providence。 美国2019年十大最无理城市依次有纽约、洛杉矶、华佛、芝加哥、波士顿、底特律、水牛城、巴尔提摩、费城、旧金山。